的陈宇泉，马拉松及越野跑爱好者，我有着超过6年的跑步经历，参与国内外马拉松及越野跑赛事数十场，业余时间参与一些社会跑团的跑步培训和教练工作。最近我在备战3月19日的宝马成都双遗马拉松，下面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跑马拉松的注意事项。跑步前的热身非常重要，不仅可以预防运动伤害的发生，更能提高训练的质量。晨跑前，我通常习惯以低强度的伸展运动作为开始，从颈部、肩部慢慢往下肢方向活动，这样可以增加局部和全身的温度及血液循环，达到唤醒全身的目的。然后开始针对下肢，尤其是髋关节和腿部肌肉，进行一些激活动作，比如深蹲、开合跳、原地高抬腿等等，激活核心肌肉和腿部肌肉的同时，让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适应接下来的运动节奏。最后我会以几组轻拉伸来结束热身环节，让跑步感受更加轻盈。当然，接下来跑步训练的第一公里也应该控制速度，让身体充分的适应。当我们外出时，宝马为客户提供互联、便捷、智能的公共充电解决方案。每位车主都可以在购车时获赠一张预存费用的即时充电欢迎卡，卡片激活后便可以享受即时充电服务。在使用即时充电功能时，我们只需插上充电线，刷卡锁车，既可以享受便捷的充电服务。除了平时的跑步训练，忙碌的工作之余还会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，这种交叉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肌肉的力量和爆发力，同时在肌肉强度增加后也能降低受伤几率。比如腿部肌肉就借助器械，从负重深蹲、罗马尼亚硬拉、负重腿举、腿伸展、哑铃深蹲等动作来锻炼包括股四头肌、臀中肌等下肢肌肉。健身后也同样需要适当补充能量，晚上相约3-5好友吃饭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。